我觉得你们选错歌了，里面只有诗敏的声音可以驾驭这首歌，其他人完全不行。大家会觉得你们唱歌的层次不一样，然后可能声音大声音小，就是因为你们选错歌了。的沙漠，七色的国度，不断飘逸风中。有一种神秘，灰色的漩涡，将我卷入了迷雾中。看不清的双手，一朵花充满谁经过的温柔。穿越千年的伤痛，只为求一个结果。你留下的轮廓。来签呐！我觉得你们选错歌了，因为里面只有诗敏的声音可以驾驭这首歌，其他人完全不行，所以就会很可惜，会让大家听到的时候，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你们唱歌的层次不一样，然后可能声音大、声音小，就是因为你们选错歌。我其实坐在这边，你们一开场的时候，你们的每一个人的表情让我好紧张，因为我知道你们很紧张，但你会影响每一个人也跟着紧张，就是会让我觉得。啊、oh, ，我现在紧张了，我唱不好，我表现不好。连这首歌其实是很有气势的歌曲，你们用走 pose 的方式，我觉得比较没有把那个气势带出来，这、就是比较可惜的地方。谢谢。